珑吗？穿起来像个蛹一样。今天他给我有一种老板娘的气质。我今天是偏头痛。对。男人的天堂，女人的课堂，欢迎大家收看《魅力人气秀》，我是主持人凯迪。大家好，我是造型师石岩。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露的艺术，咚咚咚咚咚，对不对？可以看现场呢，大家都换上了厚厚的冬衣，而且呢，我还看到现场有很多仿皮草的东西。对对对，冬天能露吗？冬天也应该能吧，外面穿的厚实点，就美丽动人，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会教会大家很多好的方法，就是说在冬天到底应该露些什么部位，对，然后露什么部位既不冷又看起来又很性感，然后让你的男朋友看起来又很开心呢？来，我们现场呢请来了很多女嘉宾，有请我们女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刘雅涵。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琳琳。Hello， 大家好，我是饶薇。大家好，我是灰灰。我现在看大家啊，就是脸还是非常美，但是身上太厚重了，也没有身材，然后也没有让男生看到一点开心的地方。对，其实我觉得冬天特别好。为什么？挡肉。冬天可以多吃一点。对于你来说吗？对，对于我来说，但是对于女孩来说呢，她们也可以在冬天偷一些。张乐，真的，我觉得你今天给变瘦了，是吧？对啊，包所有的肉都遮挡住了。那就不用再讨论了，我觉得还是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女嘉宾吧。对，那我今天看见大家真的是穿得非常的厚实，在冬天呢，确实是因为有北方很冷，所以可能就是保暖是第一的，但是我们也有。时不时的也要露一下，或者是在你的那个大衣里面也可以穿得稍微的性感一点。但是现在马路上这样穿的人我觉得是居多吧。对，这个应该算一个路人的代表了。对对对对，那我们来第一位，来，这个是 SHE 的主唱，来来来。哎，今天你穿了一款非常厚的棉服，而且会带这个毛毛的这个，我觉得这保暖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保暖度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他个子算是比较娇小，而且穿个这么大的大衣，然后把整个人就压又降低了。对，他现在还穿了一双这种小对平底棉靴，然后我就觉得你整个就是上半身过于长，然后下半身感觉看起来腿非常的短。不是因为冬天冷嘛，然后冬天穿衣服越长就会越保暖，感觉。所以但是穿起来像个蛹一样。哎，你说的没错，衣服长了是可以保暖，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要不然就更修身一点的，对吧？对，索性就是大衣大长风衣，然后配一个高跟鞋，那样也会显得你高挑一点，然后这样半长不短，最重要的它是很肥，主要是不合身。那石老师，我们就根据他的特点来为他量身打造一身吧。好，那因为我觉得他的身材比较娇小，所以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给他推荐一些能够显现他身材的，然后或者是更好的拉长他的比例的一些衣服。那今天那我们会给大家选择，是不一定就像这种很厚重的棉服就会暖和，其实有的时候选择一些皮草，当然我们倡导是要穿一些比较环保的，对，就是这些其实并不是真的动物的皮毛，然后就是像这些看起来也和这个皮草的质地看起来是一样，但是也有很保暖的。这个和他身上的这件衣服摸起来薄厚是一样的呀。但是其实这个会保暖很多，而且呢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款看起来非常的时尚，其实在冬天可以大胆的选择一些这些毛毛的东西，对，看起来就是会有暖和的感觉，然后在里面呢可以给它搭配一个皮质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可以修饰它身材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而且很低胸，这件和我这件很像，我这件就没有带子。对对对，因为虽然是低胸，但是它的皮质的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它而且就是比较不透风嘛，对，就不会被，而且是很贴身，可以显示出来他的身材，然后这样呢我觉得比较好。另外我觉得他因为个子不算是很高挑的女生，比较娇小，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再穿一个高跟鞋，把自己的腿部再拉长一些，所以呢今天也会给他挑选一个高跟鞋，那我们就来这个好了。哎，很漂亮的一双高跟鞋。好，那这些衣服呢给你拿回去，然后我希望一会儿给我们换了以后给我们一个很惊艳的感觉。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有请我们第二位女嘉宾。来，琳琳。哎，在冬天确实你穿这样一身黑
也是经常见到的啊，而且就是感觉这个衣服也没有什么型，觉得今天他给我有一种老板娘的气质，对，加上今天他的发型，今天是偏头痛。对，如果你今天的衣服的外套这个小皮夹克它是比较松的话，那里面这件裙子一定要紧。包身是对，要包身，这样才能显得出来你是有设计的。就像刚才咱们介绍的那种，对，是有设计感的。其实我这是一大毛衣，对啊，只不过就是我买了一个肥版，整个这个全部都是松的，能够让它紧实点。我觉得你里面如果换上凯迪的这样的很紧身的皮裙，可能会感觉更好一点。好啊，我觉得也是。我那脱下来，想脱是吗？那我们根据他来帮他挑一身衣服吧。对，玲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女人，所以今天呢，我就可以让你的味儿都被这遮没了。来，我先给他挑几个配饰。然后呢，我们觉得，因为他，我觉得他整个的感觉是，因为他喜欢黑色嘛，那我们是今天根据他的爱好，那我们继续给他挑一身黑好了。然后里面呢，我们给他挑一件这样的紧身的。哎，流苏还有这个翘肩，肩膀上带有一些流苏的，然后这个都是流行元素来的，这样的很贴身的一个裙子来。嗯，然后呢，这个很包身呢。对，很包身，但是你单这样穿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里面觉得有点素素的，因为它的质地可能还差点意思，所以我会在上面加一个腰封。这样，因为这样有铆钉的，一个有腰封以后会有一个装饰，另外呢，我把它系得稍微靠上一点，这样会显得你的上身比较短，然后下身更长。这一身就是有朋克风，对，然后就是很硬朗的一面，对，而且呢，它这个V 领的圆领呢也比较大，还可以稍微的露一点事业线。另外呢，在底下冬天我们露腿可能不可能是光着腿了， 对吧？因为这样也会很冷，也不太实际，所以我给它搭一条黑色的袜子。然后这个袜子的质地呢有点这种棉质的，然后可以配这条裙子，也既保暖，对，然后再加上刚才的腰带，然后呢我们底下可以搭一双黑色的高跟鞋，然后就把你这个雪靴啊彻底的给它淘汰掉。哎，里面的这一身就搞定了。那外面穿什么？外面肯定是要配一个，就是我们外面保暖的一个大衣。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就黑到底，给它外面配一个，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有毛的领子的这样的一个外套，因为它本身，对，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羊绒的，虽然很薄，但是其实是保暖度非常够。对，如果这样搭上的话，就整个身上虽然是黑色，但是有这个领子的搭配。哎，玲玲，我觉得这身这个外套一脱，你就可以直接去夜店了。对，是，你怎么知道我有这爱好？我看从你的气质流露出来了。对，东西这些衣服送给玲玲，来，谢谢老师。市长您好，给我们穿的很好看。我要变身去喽。好，有请我们三号女嘉宾。哎，她今天穿的是羽绒服。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蛮休闲的，逛街的时候可以这样穿。是一身很舒服的衣服，既保暖，但是还是我是觉得缺少了女性的那些柔美。给人感觉就是这样有点太乖了，然后就是可能没有把她的身材的学生气太浓，这样把她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和这种女人味儿能体现出来，对，全都遮挡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她根据她自己的这种气质呢，我们给她挑选这种白色系的。首先我给她里面挑选一款，哎，可以露出事业线的，而且很公主风，上面很多这些很多漂亮的珠子啊，还有钻石。然后我们仔细的看它的这种质地，其实是非常保暖的质地，很复古的，这也是羊绒的吧？对，其实它有点这种很高贵的感觉，有点羊绒，然后上面有点亮珠片，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小华丽的感觉在里面。那外面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个，哎，给它搭配一个同色系的。就是有这种毛毛的保暖的东西，然后因为我觉得她的手臂肯定会很漂亮，但穿这样羽绒服的话，就是完全被遮住了，所以我觉得她如果要是换成这个的话，可能会把她的手臂露出来，会显得更加的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两个质地，这个也属于就是虽然没有毛，但是它也属于绒绒的，然后再加上这一件，看起来就是，对，让我看上去就很温暖，对，而且也有一种小高贵的感觉，对。然后呢，当然底下我们说了，就是上面露事业线，底下也要露腿。那冬天露腿肯定还是要配一条丝袜。那既然已经这么浅的颜色了，那我就给它配一条白色的
这一种。啊，这么大胆的搭配。对，白色的上面有一点点，其实我们仔细看，其实他今天是走的比较、就是有一点点很富贵的路线，哦、然后有一点花纹在上面、对，然后这穿上一定很像白雪公主。对，下面呢我们要给它搭配一双靴子，因为我们如果全身都是白色，在冬天看起来整个人就会比较的冷，或者是比较轻飘飘的，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些重点在，所以我们会给它搭一个稍微颜色深一点的鞋，哎、哦，这样子，而且和这个衣服上的那个颜色也会有一些搭配，因为都是暖色系的。然后我们刚才所说了，它整个手臂是露在外面，可能会觉得比较冷。然后我们也可以手臂上也可以带一些什么东西呢？冬天才可以带的这个东西，长皮手套。好，那我们就现在把衣服送给他，然后期待你的变装，对，跟我们变装惊艳亮相一下。好，谢谢，谢谢。有请我们第四位女嘉宾。哎，今天慧慧穿了一个风衣啊，这样是其实在冬天也是非常见到的很多的。石老师，我是想说、这个别人穿的厚呢会遮挡住身材，她穿的厚身材是遮挡不住的。你在那儿吞口水我已经看着了。真的吗？然后那个，其实我觉得灰灰这件配的有点壮，就是我觉得他本来是一个就是很瘦瘦纤细的人，但是因为他这个前面太雄伟了，我觉得这样穿上有点显得整个人有点强壮了的感觉。对，还好吧，我这可以系起来的，系紧点。就系紧点就更强壮了。觉得你腰很细，然后是一个这种的感觉，有吗？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让他的就是腿看起来更长，然后身材的比例更好，我们可以给他选择一款短款的这样的上衣外套。另外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我觉得灰灰的腿我们也见过啊，真的是又细又长又直，我们就是为了凸显它的这个优点呢，给它还是给它选择短裤，然后里面会配搭丝袜，让它的整个的比例感觉呢上身更短，下身更长一点，整个给人看起来更加的轻盈更高挑一些。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它选择了，哎，先选择一款这样的短裤，看起来有点像短裙啊，其实是短裤的这种。哦，这个是内藏玄机的。对，看看这个其实是个短裤。对，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小的配饰。对，另外呢外套呢我们就给它选择一个像披肩一样的这样的衣服，哎，因为这个非常的短款，可以凸显它的腿部更加的修长，让它整个上身呢变得更短一些。那还有一个特点您没突出出来呢，那它这个里面还就不用穿了吗？里面呢我觉得它里面就是配搭一些自己的衣服，因为我刚刚有偷偷的看了一下它里面。老师你怎么这样？对，我有偷偷看了一下它里面的，正好呢就可以根据它里面穿的衣服，然后给它搭配这件衣服。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我特别期待它的换装。对，会换装以后，所以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就是我们四位女嘉宾变身了，我们现在非常的期待，有请四位女嘉宾换衣服。If good girls get down on the floor.
Tell me how low will a bad girl go? She probably pick it up, drop it down real slow. Either that or she's upside down on the pole. That's when I grab the knot, throw it up in the sky. Let it come down slow, watch it all fly. Front to the back, then side to the side. Then we head back to my crib for the night. That's how it goes down all night long. She whispered in my ear, said she loves my song. This is why I'm hot, she got it on the phone. Top 10 download, number one ringtone. I'm in my zone, tell me what's good, what it be. Can't say I'm what you want, but I got what you need all night. It's all right. And that's when she say I'm look like a lollipop. Oh yeah, she say I'm like a lollipop.哇哦，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在冬天呢，我们同样可以穿得这么性感，这么的亮丽，不仅保暖，而且非常的好看。张乐，你觉得怎么样？来来来，到前面来。你刚才觉得远远的观看，现在离近点看呀、啊。对啊，现在给你个福利，好好仔细看一看。我觉得其实冬天女人也是有料的。冬天我们女人也会让男人紧张。对啊。对，我们是一年四季任何一个时候都不放过你们的眼睛。哎，是的。嗯。今天的节目呢，到此也差不多快结束了。那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还是要给大家提问，如果大家能回答得上来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魅力研习社的专区顶帖。那顶帖如果你猜对的话，有可能获得我们的神秘大奖。 OK， 那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饶威在出场的时候穿的是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如果答对的话，有可能获得我们的神秘大奖哦。那么好，我们这次魅力研习社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以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